中天庙口开讲，第一要先拜托各位，恁即马伫现场的人，拜托你手下手机啊人拍过来，锁定中天庙口开讲，好吧？拜托一个，恁有手机啊人，开一个啦。嗯。恁无拿手机出来吗？开一个，大家拢开啦，开下去啦吼。因为中天即马伫拼网络上线人数，所以拜托支持一下吼，支持一下。你人一只手机啊，佮拍过来，就两个人啊，就两个人啊吼。啊，锁定好朋友吼，锁定的吼，全国的手机啊拍的，开一人叫一个哈，把咱的声音吼传出去，少年家传了你爸爸妈妈听，传到全国。机会来啊哈，机会哈，机会来啊。我甲你讲，机会来，真正机会来啊哈。我一人一人讲给你听，咱的机会真正来啊。啊，这嘉义吼，嘉义治安好，嘉义治安即马全国上好诶。因为我咧走庙口开讲吼，我咧走全国安尼走庙口开讲，警察人员咱嘉义算派上侪。是。嘿，梅山分局吼，我甲你讲吼，爱互遮个大人休困一下，天气较寒，那小周末你嘛防淡薄淡七啦，你咧靠腰啊，派出勤哈、啊，这是和平的社会，和平的社会。台湾那边和平，今仔一项尔，民进党啊执政，咧不衰人，哈、啊，啊，拢要讲别人，拢不爱红讲，你头拄仔你讲讲代职三千，啥物烦恼跑啊市场上，迄拢民进党讲的，党中央讲的。我问您啦、啊，副总统领啥个薪水？副总统领上的薪水，国家啊，敢有失职？无，伊无失职啦。敢有失职啦？无啦。哎，嘛是领薪水啊。是啊。啊，谁人免失职？有啊。啊，市长要选着爱失职，着闹跑。啊，美国大赛咧。有啊。小小姐咧。领上的薪水，领民进党的。唔是。啊，无可能领民进党的啦，人免失职拢领民进党的啦。无可能。那是领台湾人的钱。所以民进党选举吼，今仔要讲别人，台湾人，我才要甲你讲，咱就是过去戆戆啦吼，戆戆，吼啊！我要讲话进程吼，即摆我甲你讲吼，我即摆甲你头讲，即摆线顶拢总800个，800人啊，变1500个，一人足简单，一人叫一个就1500啊，对，啊你手机啊拍开就1500，足简单，足简单，足简单，吼，啊你手机啊拍开，你就拍也不拍啦。有啦，有啦，有啦哈，有啦。你看，小姐，你干嘛拍手机啊？有啦哈，那我开啦哈，开中天，中天庙口开讲，中天电视。我给你报告消息哈，我给你报天晴，地牙公啊嘛到晴，好咧头前就地牙公啊啦哈，伊嘛到晴。我给你讲，台湾人善良，台湾人骨力，台湾人善良，台湾人勤俭，那会舞甲真满。你伫庙口袂使讲国民党好哦，你伫公园袂使骂民进党歹哦。我甲你讲，常常伫冤家相拍，常常伫冤家相拍啦。民进党袂使互讲的，各位兄弟姊妹听详细。中天庙口开讲，主派精神就是反贪污、救台湾。Yeah. 台湾吼，民进党继续执政落吼。我甲你讲吼，你们、你们、你们无烦恼，你爱烦恼啦。咱即摆家庭吼。囡仔生有够少的哦，拢生有够少的，啊生一个，安尼吼，安尼恁家己孙啊，恁家己后生拢生一个，单走一个两个。我跟你讲哦，民进党继续执政落，真正专门做兵嘞，我袂甲你骗嘞。对。民进党要爱的是啥话？战战拍拍拍战战战，啊战到尾啊死的啥物人？看也无济啊吗？要战吗？要拍吗？啊，讲较歹听的，要用人拍甲人拍，对唔对？和平。和平就是咱要追求的，咱今仔要追求和平，大家快乐。咱辛苦一世人啊，咱即马坐伫遮的啦，我看花啦，吼、哦，一半以上啊，我同款拢秃头啊啦，拢老啊啦，咱拢坐岁啊啦、咱就是要牵囝抱孙嘛，啊、要安享安年嘛，咱就是要快乐过日嘛，打拼一世人。咱就是爱迄个家庭的欢乐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今仔民进党建武了，武要战争，武要想法，买武器，买也唔济啊哟。啊，武器会使直直买哦。啊，教育咧，即卖囡仔教育咧，无人要生。对。啊，囡仔生生的要安怎？教育趁无好价，趁无好开啊。这国家的方向是唔对的呀。咱今仔甲想，我甲你讲，你来记起来哈，机会来啊，较早。国民党在执政，大家讲国民党歹，
迄个民众洗脑去。即摆敢有比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较好？即摆敢有比蒋经国做总统的时阵较好？敢有？无。啊，无咱即摆过去的生活，啊，民众讲迄摆啊，国民党摆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一项事实。马英九你做总统，咱买的武器甲美国有，伊哪有买？伊哪有买？有交关。咱买武器买3000多亿，3000多亿，台湾有平安无？100几个国家你买一堆买一堆，唔免签证。100几个国家，只要你有钱要出出门，吼，你坐火也要出门，带囝带孙，你拢出去，拢唔免签证。啊，平平安安。啊，咱的军港买3000多亿，啊，大家拢平安。哎，牛咧啊咧，面子拢执正，哈，6000多亿的军港，6000多亿，一倍啊！啊，即马武甲要战争，对，武甲要战争，哈，啊，你加2-3千亿，你若卖买，俭起来，哦，咱唔免开啊侪，就照国民党的时代，3000多亿平平安安嘛，啊，这钱俭起来要创啊货，你的囡仔会出事，到台大学拢从国家出，拢从国家开，迄3000多亿来开开袂掉啊，3000多亿要来开就开袂掉啊，啊，栽培囡仔。栽培起来，啊，咱的孙啊，咱的囝，大家嘛成功，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执政的时代，什么查甫娶查甫，查某娶查某会使？什么学校食药啊，无要紧，啊，你要死啊，靠腰啊，啊，这不得不提的代志拢做出来。对。我跟你讲，天看未过，吼，啊，天看未过，必须咱来个努力。是。底下讲的嘛拢看未过后，或者民进党执政了，未使台湾会灭去，台湾会倒去。袂使，袂使呢，所以足侪力量拢出来，像你硬坐伫遮，你哪会要出来？厝内面小小，你唔坐，你要出来，就是你关心嘛，哦、关心台湾的政局，咱大家在关心。无唔对。所以底下讲讲，哎，民进党佮执政落，台湾人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袂使。所以底下讲讲，好，啊硬吵吵吵，吵到讲恁拢卖乱啊！第一，民进党的轮替让人做，民进党你先落来，好不好？啊！底下讲伊嘛道桥，众新鲜道桥，即马哪会八个甲做伙啊？甲做伙啊！吼，即马在拼命激动哦，拼命激动哦！我甲你讲，60%以上的人赞成政党轮替，民进党哪会换人做？60%哦。对。来，啊，即马民进党哦，我甲各位讲，恁即马伊甲听，恁就今仔开始。明仔载开始搁较闹热，后礼拜搁较闹热。你看到手机啊、网络，就是伫遐咧屁笑，伫遐咧骂，伫遐咧分化。这民众专门咧，因为民进党摕咱台湾人的钱，伫饲网军一大堆，伫饲遐电视公司，饲遐臭嘴的一大堆。我甲你讲实在哈，一大堆。啊，所以讲第二分化台湾，第二分化，我也各位报告。迄、那个做法是拢做唔对的，拢做唔对的。台湾人的命运，台湾人决定，无唔对。但是要有健康的观念，无台湾人，要足健康的台湾人的观念，无咱这顶辈人，咱伫台湾生存的。我也可以讲，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唔是民进党的啦， yeah. 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啦， yeah. 民进党是臭屁。对不？挺你民进党就爱台湾，挺你民进党就爱台湾，啊，无挺你民进党无爱台湾，你讲啊鬼听啊！啊，无你甲问偌清楚啊？你孙啊怎么什么职啊？你嘛再甲问啊？你的金孙啊，直到出事啊，你拢会再甲问啊？啊，你甲你甲想嘛？啊，挺你民进党，等下你民进党，啊，就爱台湾。好，啊，你讲等挺你民进党爱台湾嘛，无要紧啦。啊！你也算吼，咱食臭鸡卵，你鸡卵有得进来？啊，进偌济？买偌济？补贴偌济？啊，台湾人唔知呀。哎，无要紧，食就食了，闹屎尔吧。对。闹屎尔吧。啊，若无着性命嘞。嗯哼。叫咱来住高端。啊，高端买偌济？你有人知高端买偌济无？有人知无？唔知。到今仔日为止，疫情都过啊。嗯。高端买偌济？偌济。一针买偌济？唔知，啊！你敢唔知？你台湾人个唔知，啊！摕恁个钱，你开，恁个唔知，哈！啊！这就代表啥？代表台湾人戆嘛？是。代表人故意嘛？代表人惊人翕嘛？我方面上济啦，我啦，我总统就佮开讲吼，我规日啊唔干叫啦，讲叫我滚回中国去啦，
我咧晒牛咧啊咧，啊，我七十二岁啊咧，我七十二岁啊咧，我伫台湾出世，我老爸、我阿公、我阿妈拢伫台湾出世的咧，我滚到中国去，啊，我未使讲吗？对啊。啊，我未使讲吗？未使讲吗？足简单，你有人知高端一点买偌济无？你有人知影无？有人知无？唔知。高人未人知啦，啊，你嘛永远唔知。你死掉的时阵，等咱过身了，我甲咱阮孙啊，甲我讲，吼、哦，我惊阮囝等袂到，吼、哦，啊，着甲孙啊嘛，较侪年个嘛，三十年嘛，我讲后摆我来敲伊，高端一针买偌济，你来去你甲阿公讲哦，吼、哦，阿公骨头夫，啊，你来跪在我面头前陪我，阿公，迄个时阵疫苗来的时阵，面前拢高端一针买偌济啦，啊，三十年后啊。因为封城三十年不给你看，建栋会当安尼走吗？对啊，建栋会当安尼走吗？我跟你讲，天都看袂过，民进党终结的时刻到啊！台湾人，我一句话给恁：改变的时刻到咯！改变的时刻到咯！大家团结的起来好不好？建栋轮替好不好？好。我跟你讲，明仔载很白。这块牌面就现出来，到底是郭文德正的，还是侯友宜正的？我来，迄个乱个句啊，上乱。其实侯友宜无意见，国民党无意见，民众党无意见，拢总无意见，就是要台湾人过好日子。但是明仔载这块牌现起来了后，柯文哲正的，啊是啊，国民党就个乱啊。好有伊正的，啊！恁白白瘾投票，啊，搁乱啊！我阿你讲吼，台湾人一世人中人的计，一世人就中人的计，中民进党的计，一世人。我甲各位好朋友讲，既然改变的时刻到啊，既然上天在你听啊，既然在甲帝王庙遮、帝王宫在上天啊，我甲各位讲，头脑的清澈，咱一个原则，民进党落台换人做，好不好？安尼，咱就看会清楚啊！咱就看甲清清楚楚，吼、哦！过去你民众所做诶，吼、哦，是对得起台湾人，对袂起台湾人，清清楚楚拢显起来。以后明年过政党轮替，你毋免来庙口啊！中天电视开开来，你就看会到啊！你就看会到中天啊！中天过去。就是无替民进党讲话，就是拢讲实在话，讲恁唔知影嘅代志，讲给恁听。无中天电视，你知影苏志忠到底在偷无？若无中天电视报告，你敢知影苏志忠到底在偷？现金无查到替，你敢知影？唔知。他昨日你讲单边门，咱唔敢出来，哈？伊要选啥？伊凭啥？佮要选？佮要选嘛？袂对啦！这人民目睭清醒啊嘛！你三百万，一条高铁也赚三百万。好，我那张拍个两千块，找三工嘞。哦，讲安尼较臭，较臭蛋啦。张拍个两千块，找三工，顶礼拜拍个三千块。小段，小段，小段，开始，开始。因为强强棍短，他刚刚讲的太激动，所以线上一千人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好。我等下再不讲，等下我会忘记哈，拍谁哈？谢谢丁雪珍小姐斗内，谢谢，谢谢李佳慧小姐斗内，谢谢，谢谢严长辉先生斗内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您斗内去吧，拢是有中天温暖的哈。对对对。您说我斗内三百五百去吧，迄种中天温暖的，迄种哦，迄种中天一个温暖，迄种无要紧，有迄心意，有迄个意思对啦。就感谢，安尼，那叫做收听。哎，谢谢啦，斗内朋友，谢谢啦。啊，然后为斗内想要投你个斗中天啦哈。不是多，我常常讲，你免烦恼哈。所以咱台湾人，你若搁唔觉醒，上天要你改变的时刻，啊，你搁唔改变，啊，我就无多哈。迄条人讲的讲三好加一好，四四也好啊，无要安怎？啊，人家上天就要听咱啊，讲改变的时刻到，你要改无？啊，要改票转来，不管上正上负的，迄卖差啦。是。什么柯文哲正，我袂合啦；柯友宜正，我袂合。我跟你讲，搁中计啊。拢卖管伊，就是不管上正上负，拢唔管伊啦。明仔载就迄个啦，卖个差，卖个差，卖个差，就是等落，等落，等我改变啦。你要爱啥拢看到啊？
你抓我，你拢看到啊？鸡卵买偌济，贵个要死个，头啊，贪污偌济，拗偌济，六千清楚楚。嗯。口罩卡一个块半，比八块，比七块，你会清清楚楚。嗯。哈、啊，疫苗到底买偌济，你会清清楚楚。咱个政感是安那？马文君人讲个袂正确。嗯。哈、啊，我阿你讲，咱个定罪感，哎、欸，人个做吼。嗯。一台听讲百外亿就有啊咧。对啊。咱是安那开五百亿。一只五百亿，啊，袂使讲一路，袂使讲。你若讲，你哎呀，你中国东路人，你爱中国的。我给他教一句话，啥物话你知无？柯文哲讲一句话，这句我上教伊：两岸一家亲，本来咱就爱同乡、同游、同行，对无？对。啊，你家己袂听，啊，人若吼，甲你讲。啊，无爱甲你买，啊，你就伫遐咧屁想，啊，拢阿强啊阴谋，拢国民党啊阴谋，嗯，哈、啊，啊，鱼龙偌可怜，高龙偌可怜，蔡龙偌可怜，啊，即个地龙偌可怜，嗯，啊，算，咱毋是无听啦，咱民进党头甲停到尾，各位810几万票，我甲你讲，民进党家己立委讲的，嗯，恁记好哈，民进党摕这个政权无公言，嗯。我感觉民进党提这款政权无公义。啊，变个时代，两粒政治，无要紧。你若早你输啊，两粒政治骗台湾人，搁国民党个妖兽开枪，啊，你当选总统，啊，你搁做安怎？你付出一大堆，搁安怎做啊？无你，阮高雄，阮高雄，单国个时代，蔡总统个时代，拢得着政权个哦，拢转着市长哦，嘿，落音大假。行路讲啊假，拢总骗来。我甲你讲吼，即马更加夭寿的。对啊，好。吼，即毋是我常常困难白讲的哦。民进党的立委甲你讲出来。你去投票，庙口有票档，学校有票档，大家拢去投票。票投了，足简单。咱一村有2000个人，两张张选票，咱有最侪名单出来，投票名单出来，咱只选着2000个人啦，印2000张的选票出来，几个出来投，几个领票，到结束宣布结束，是不是要公开给咱知？哦，今仔领票的人吼，1200个哈，就是代表有1200票投出去啊，啊，剩800空白票，爱给咱知，无你讲的，民进党无你讲的。我你讲啊，好，投票结束啊，开票，啊开出来开票，哈，啊人讲的民众做票，安尼袂使呢，啊，啊即摆应该李伟讲出来，叫做李淑芬哪上啊，你个采访咯，李淑芬，哈，李淑芬哈，啊讲出来啊，对不？哎，民众给你讲出来啊，所以，这些雄心时代，我叫做强强棍的，嗯，我叫做强强棍的，我一世人，我也讲伊报告。我不贪不醋，我无你包工程，我无你选举，我无你讲人事，我拢总无，我就是靠我家己双手，脚踏实地做工赚钱，我嘛做产大汉的，吼、我拢靠我家己实力，我家己呐饲到大汉，我唔捌你包过工程，唔捌你讲过人事，唔捌你选过议员，唔捌甲政党提过一项的好处，吼、我就讲台湾，咱一定要改变，所以我今仔要甲各位报告哈。拜托，因为我的时间吼，你若要听，看到常常阮的列表卡开卡，恁才出来，吼、嗯。到尾我讲偌久，你讲，啊，恁家己讲无要紧，这做单位的，啊，好啦，我你讲做起来要听哦。慢欢乐，这句话恁来听落。明仔载开始，台湾风云日报，明仔载开始，风云日报，民进党甲你加一阵风，这个风影明仔载开始加，礼拜。拜二会当加到选去加过外月，明仔载开始一日加一日加，听着莫甲听，看着莫甲看，叫伊死到边仔的。遐正港阿强啊，当路人，遐正港唯恐台湾不乱的人。是。哦，柯文哲我袂下袂瘾等，好友伊正我袂瘾等，迄种莫甲听。不管好友伊正，不管柯文哲正。不管上正上负，拢总无要紧，全部这张选票甲登落，安尼好无？好无？敢无？敢无？啊！改变的时刻到啊！是。啊，你若个唔改变，戆戆，对人讲客坐伫遐流目屎哦。嗯。台湾人，你搁要艰苦偌久？
你个艰苦无够吗？你个艰苦无够吗？所以上天给咱这个机会，叫做蓝白合，对无？对。蓝白合，不管上正上负，迄种无重要。重要的这票单位，民进党就台，政党论题，对无？对。对无？对。加无？加。改变的时间到啊，加出力无？加支持真真正正中华民国无加无？加！加支持蓝白配无加无？加！我是跟你讲真的哦。第二，恁家己听好，恁家己福德福报，家己做啥的这个事，原来就拢做恁看。顶一届。国庆啊，才一输输啦，对，就是输了尔。破嘞，为啥开破嘞？无团结，无团结。今仔日家己全部团结，就是推破一个林国庆，一个尔，叫做林国庆，对无？有。我即马甲你讲，国庆啊，若当选。国庆啊，只要伊当选，恁交代的代志若无做，找我，我当场割掉你听，好，够无？好。恁拢支持林国庆，全部支持林国庆去当选，好。国庆啊，若当选，恁交代的代志若无做，你找我，找我，还是讲国庆啊，你也贪污，你找我，我常常过来替你出力。我当庙口甲割掉，你听无？啊！我相信国庆阿伯，我熟悉林国庆，是一个有情有义、爱乡土、爱百姓、爱咱地方的人。这是我对国庆的信任。所以，我今日来甲家己啊，国庆啊，也毋捌看一杯茶我啉咧，嘛毋捌请我一杯咖啡咧。但是，这个是好人。这是对的人，这是要为咱地方打拼的人，这个是予咱家己要看到有希望的人，家己的希望，请恁为咱一部分寄托予林国庆，予林国庆即届顺利当选，予无忧无愁，会当为咱地方争取建设，会当为咱地方来落后了，为咱地方来打拼，林国庆好不？好不？好不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会记得吼，卖阁往洗脑去，全力支持蓝白配，不管好的正的，好的正的，无重要，重要就这张选票，咱来肯定，予民进党换人做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，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